高雄有个神秘豪门，掌控数十万坪路口黄金店面，揭秘纵横商场的帝王家族。是有另外一个商圈正在兴起当中，所以他1975年就盖了大同百货。高雄南霸天缔造百货帝国，来自年少时贵姐对他的言语羞辱。年少姐说，如果以后我有钱的话，我要开一间不会歧视人家的百货公司。每周日晚间8点锁定三立新闻，谢德清为您导读台湾